这个地方的邪恶让我们的故事继续保存下去。 哦，天哪！如果没弄错的话，在我们面前重演的应该是赵《寻日者》的故事。据传说所言，很久以前有五个烈阳高挂天空，每次起风，太阳的高温便会引发大火，作物凋零，村落起火，人们四处游荡寻找避难所，逃避烈焰。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火石燃烧到藏书了，英雄们，拜托你们在寺庙复制一炬前净化这股邪恶。一定是这热度蒙蔽我的知觉，幻觉，全都是幻觉。赵也被腐化了吗？请求你们。 带着敬意和他战斗，赵是真正的勇士。看到他被煞腐化，令人相当难过。能维持他的形象，真让人感到欣慰。各位英雄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让这座神圣的寺庙恢复平静。现在，你们退下吧。在进行恢复仪式之前，我需要冥想一下。 水呀，为他们带来死亡。 醒吧！ 水浪奔流的力量。
道观。散去，我凝望水中，而我的倒影空荡荡。水呀，带我走吧。三只啊，聚焦力我需要目标已经退散，原谅我曾经怀疑你。